八位明星高考成绩，杨幂583分，最后一位16岁被3所大学录取。对于学生党来说，高考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多人的人生转折正是从高考开始的，当然明星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爱豆们的高考分数吧。邓伦现在倒是还蛮红的，因为他是那种很有实力的男孩子，还以为他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，但让人意外的是他的高考成绩居然才308分。关注他的网友应该都知道关晓彤可是一个学霸，高考成绩高达552分。杨幂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演戏了，出道以后更是多年都处于全年无休的状态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。除了颜值和演技外，杨幂高达583分的高考成绩也是让人惊叹不已。最后一位女明星就厉害了，很多人都认识她，却从来没有人想过她也是一名学霸，她就是郑爽。郑爽才16岁的年纪就同时被上戏、北影、中戏3所大学同时录取，